3月30号，已经6:20了，现场还是这么多的人。现在是在中山北路上，那边是中山北路，然后那边是那边是青岛东路，也是满满的人。我刚从那边过来。我们可以看到人从凯道那边过来了，现在再看看这边。Thank you.